甲我听清楚，你是业界的心，你穿的、用的、出去什么所在，拢代表业界的门面甲水准。所以我叫你穿啥就穿啥。啊，若要穿这皮衫、裤啊、裤这种无水准的物件，会记得哦。后世人唔通嫁来好野人当做新妇，知无？哼，笑死人！你穿安尼就有气质咯。我甲你讲啦。气质哦，毋是用穿的、用装的会当决定的。你若是想要新妇气质，你即个大家就爱做好榜样。啊好啊，你真正是得人修理哦。大姐，我今仔心情足好，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要回去房间啊。你若是想要讲我的歹话，爱记的，较细声的，莫我听到。对。红色叶啊，对倒来。我叶花因倒借的啊，安怎？你搁要嫌无？哪有可能？这个叶啊，哪有可能伫叶花因倒出现？你甲我讲老实话，唔通倒来让我低气。我就一定回答你啊，就是我叶花因倒借的啊。你，哎呦，你莫搁去卡动，就你搁去卡，我对无客气哦。哎呦，啊！哎，啊！阿妹。嘉玲，你想结婚哦？难道对妈起卡动手啊？我已经甲伊警告过啊，是医生对我起卡动手的。伊看我头顶戴这个发夹，伊就发神经，甲伊解释，佫唔听。你甲你妈管好啦，啊，若无迄个老骨头，袂看见我想。嘉玲，你是不是想甲迄个发夹摕来我看麦啊？你这发夹为倒来？我就讲为叶慧因兜借的，你看我讲几届啊？叶慧因兜哪有这个发夹？我哪会知？你当直接去问伊啊！阿公前天失踪的代志，他叶慧因兜关系。夫人啊，啊有啥物贵事啊？我有代志要问您。杨夫人，你两个拢伫个，安尼上好。这枝叶啊，是安怎伫恁家？这枝叶啊是阮的。是恁的，这个叶嘛是我的早嫁的，是我的翁在意大利的时候找人特别设计，送给阮早嫁的礼物，全世界干那一支。恁两个是不是捌看过我的早嫁？还是恁家藏起来，当作家己的囡仔在请用？代志到底是安怎？恁上好紧甲我交代清楚哦。这个叶啊是安怎来？阮失踪查某囝的叶啊，是安怎出现伫恁家？卖在遐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啦。你老阿婆到底做过偌济歹代志？上好紧讲出来。无来得得，叶夫人啊，阮两个翁阿婆吼做人。真正足清白的，吼！啊，阮的环境嘛是安尼，普通普通，啊，差一些碗底吼，就差真济啊，吼！啊，爱讲要甲别人的囡仔抱转来养，迄阮嘛无迄个才调啊，对无吼？啊，是讲吼，阮之前有甲人斗带一个囡仔啦，啊，这个夹啊吼，就是迄个查某囡仔扎来。啊，迄个查某囡仔人诶？哎呀，我猜呀！
迄二三十年前的代志啊，啊，住无外久就走啊，我也知影今安怎。是谁家出来？就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叫做洛凯啦，爱亲像一个女朋友，我偷偷把这个囡仔生落来。啊，到尾要结婚的时阵，把这个囡仔等候伊，啊，就无法度娶，啊，把迄囡仔娶来叫阮斗三工，但是就是安尼啊。爱叫什么名？迄当阵是你从啥？叫什么名？我因为阮做好的朋友，我拢叫伊洛凯，本名我都唔知影。正经是咧做看家的生意啦，啊，几啊十年无联络啊，我今嘛嘛唔知人伫倒位，我嘛无法度联络到啊。好，你我今嘛已经报警。等，姚夫人，我该讲我拢讲啊，你即摆要报警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查某囝失踪遐尼久，今摆才知影去予带走。你两阿婆负责收尾，敢毋是共犯？我敢毋免打电话报警？拜托了，姚夫人啊，阮朋友有困难，我斗三工，这是道义上的责任。我算啥物共犯呐？我再讲你即摆报警。报警有什么意义啊？对找查某这件代志敢有帮助？讲到这，我搁较生气。恁雅慧甲志成交往，阮妈唔若甲当作孙媳妇，搁甲伊当作是查某孙伫疼。恁害我的查某囝无去，煞去好康到恁的查某囝，一口气我吞袂落啦！我要替我的查某囝讨一个公道，啊！要报做你去报啦！你乖的。哼。靠说阮妈疼雅慧，唔惊就对啊啦。雅夫人，咱拢做人老母的吼，啊你即摆着急要找查某囝的这种心情，我真了解。啊不过你入来吼，着安尼屁屁叫问一大摊，我感觉吼，你敢若想要把这代志补甲真大条，你敢真正关心你的查某囝啊？我对阮查某囝的感情，还要搁甲你报告。笑客啊，有影！爸母对查某囝的感情吼，这唔免用讲的，用看的就知影啦。哦，你一入来讲，这个囝仔哪会伫恁家？吼，啊是啥物人家带走的？啊人即摆伫倒位？啊问伊一大摊。啊，你敢有问过恁查某囝安怎安怎？哈？是。啊，我敢着爱问你讲，阮查某囝伫你家，敢有食好饱、穿好烧？我遐问这有啥物意义哈？正常的人拢会问讲，哎呦，有一个查囡仔，伊个人吼，生了安怎啊吼，头毛偌长啊，爱食啥物啊，个性安怎啊？啊，你唔是呢？啊，你刚才看到一个叶啊，就讲，迄个查囡仔绝对是你的查某囝。哦，啊，过来讲，啥物？阮家你的查囡仔唱唱起来，这唔是来找查囝嘛？根本来找麻烦的啊！我看吼。你不是要替你的查某囝讨公道啦？你是要替你家己出气啦，对不对？我是要出什么气啊？哦，啊，你不是讲头家嘛？该阮雅慧啊，该当做在查某孙咧疼啊，好康的拢予伊，啊，你去怨妒啊？哎呦，你疼家己的查某囝哦，你就袂讲这种话啦。你哦，就是把利益摆在你的查某囝进前这样顾。你讲这是什么话？我的查某囝带走，搁敢假死我？哎呀，夫人，我某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你这爱讲讲讲，这个真正无道理呢，无义无事。妹妹来咱家的时阵吼，把伊当作咱亲生的查某囝，我安尼甲疼命命呢。啊，伊讲这摆咱啥共犯咯？啊，飞弟啦，你这摆要报警啊？你做你去报案紧啦。阮去到警察局，阮嘛是安尼讲话，无会有出入啦。颠倒是你啦，吼！看你要安怎去甲警方讲哦，证明讲阮带走的是你的查某囝，证明哦，啊无，出去就变老去。我昨日想讲吼，雅慧哪会跟我硬吹硬挤，原来就是去整着你。你上好保庇雅慧，伊袂入来阮叶家的门。要若无你今日讲的话，我拢会算在伊的头壳顶。我的查某囝叫芊芊，你是不是也是叫伊芊芊？朋友带来时拢叫妹妹啦，我拢叫伊妹妹。叫妹妹啊？
这件代志，我一定会查个清楚。叶夫人，顺行吼。还阁叫伊顺行嘞？哎，无甲伊歹哦，伊拢唔知影家己的问题出伫倒位，你知无？讲伊家己关心家己的查某囝，哎呦，无咱做人老母安尼啦。卖讲咱气噗噗了，我生气的就是你，无代无志，把别人的查某囝带转来，要来照顾嘞。我讲咱无代志，啊，即摆你看，你看啦。我哪啥代志不干安尼啦？你就刚才讲我，啊你嘞？当初囡仔被票当来饲的时阵，你嘛讲好啊，讲应该也快做伴，啊，恁敢不是？是毋是你讲的？我讲的，你说我遮大声哟，啊？你紧打电话，伊开始找路开，啊，问清楚看到底是安怎嘛？迄真正吼，迄个查囡仔若是因业界啥物遐物查孙哦，咱有道义上的责任呢。嘿，到时也会真正足歹做人的啦。所以你拄则讲话就较客气咧嘛，对不？搁再讲啦，我甲你朋友安尼几啊十年无联络啊，我即马是要倒去生啦，要去倒去找啦。老师，想袂到芊芊竟然嫁给王家，啊！不过王家那边感情真啥物拢唔知影。我相信王雅慧因爸母唔敢骗我才对。芊芊的线索这是好事啦，若找到机会，我会阁再甲伊问个清楚，人也是当找到。来当完成阿妈的心愿，咱伫这个家，买当起来过仔。这我会去查。你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甲志成变接班人的位置，迄上重要。啊，芊芊若找着，对我接班也更加有帮助啊。所以咱分头进行啊。因我惊忍遮尼久，即马牛卡熟出来啊，一定要较细腻。唔通死较惨，咱若无后悔就袂好啊！阿姨，大哥，阿姨，我知你有去找过叶慧因爸甲因妈，阿伯我们有讲过啊。伊当初只不过是单纯的替人顾囡仔，伊嘛唔知讲哦，迄个查囡仔真正系姓彭，所以咱明个哦用一个法家都爱认定讲，迄个查囡仔伊就是芊芊啊。还是讲伊嘛感觉讲心内做袂得过，爱我代替伊来甲你回家。你即马是用啥物身份代替伊甲我回？你是因个囝婿是无？王雅慧都还袂入门，你就这样维护伊？我看你烦恼雅慧比烦恼芊芊这个小妹搁较济哦。阿姨，你先莫生气啦。伊嘛想讲我要你一个交代，阿爸即马已经找哦，迄当阵把囡仔寄来因家的迄个地方。即马讲这无路用啦。伊联络迄个朋友，是要替我找查某囝，还是要甲因报备啊？讲代志已经逼空，叫因紧备起来。无啦，阿姨，即马代志未查好清楚，恁哪会当安尼讲？雅慧因爸甲因妈，迄个业啊，就敢若芊芊有，无可能有第二个人有。王家，伊就是怪人囡仔的共犯啦。阿姨，你失去查某囝的心情，我无多了解啦。阿妈，伊是误会咧。咱每个玩弄好人，好不好？总免讲我靠说讲我是业界的人，我就要凊彩咧玩弄别人啊！你安尼做，这不是做代志方式，好不好？志成，所以我认为要做代志进程，你嘛袂当不看任何轻重，都我要王家一边啊。所以王家若是无给咱一个交代，我是一定会找人算账的。